I'm following man。最近大家都说我火了，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点。我关注的点是，大家有没有想我啊？喂，别再耍帅，快来参团，别再沉迷打怪。被我盯上之后，你到底想去哪？看我身手矫健的绕过防御塔。即使偶尔会和诸葛亮谈古论今，也会不由自主血里白当个愤青。就算孙尚香的科技能够让我动心，也阻止不了抗日全潮才是我的重心。先尝我一剑，越塔枪杀不是爱好，只是我的执念。中路集合还需要我重复几遍？可以秀我，但别嘲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最爱玩吃鸡的朋友都在等我新歌发布，他转战王者峡谷找了一局游戏加入，所以王的发不在，就由我来为你阐述，把王者峡谷的爱与故事给所有人展露。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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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被我打败了，拳头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这局看我如何出没斩妖，各种螺旋走位教你如何反招，我宛如教科书的操作让你难以置信，队友都惊了，都盯着被我燃起自信。带我抢到主宰，带你脱离苦海，给我来口毒奶，这感觉缤纷五彩，补个状态，然后带着队友发起进攻，强大的自信驱使着我膨胀硬冲。即便是帅酷美的跟风超人，也得和所有人去纷争超神，做到旁门岂能招架强人，跟我皮过的都是刀下亡魂。啊哈，我就想问还有谁，还有谁能够比我足够胆大有为？五连绝世天下无双，每天进出好多回，跟我一起横扫千军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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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被我打败了，拳头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比不过我吧，啦啦啦。佛罗斯特布拉德，杀敌之国，耶，打拉波拉 Q， 雷到这边，天了打拉 Q， 横扫千军，收的 ，Legendary， 不行了，不行。